包括游戏跟很多的其他的讨论哦。那这边非常感谢很多青年参与朋友小朋友的 feedback， 大家都很爱玩这个游戏哦。然后这边有收集一些 feedback 跟后面可以 improve 的东西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说游戏的程式有蛮多人开始改，那包括去 update 剧情、啊、然后还有怎么把这个东西 build 起来。那我们 implement 感谢任翔 implement mobile 上面的这个版本、啊、那这边可以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，就是本来是 mobile 不能用嘛，那现在就是有一个 joystick 在的 control 在上面，那所以手机直接连到这个 iDystopia 的 online， 现在就可以直接开始用，就是像这样子。哦。对，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剧情。好，那小朋友们看到这个都很开心。好，你看 ，OK， 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因为剧情就是还在继续把它放上去哦，那就是。我们也开始有英文版的剧情，感谢 Sam 帮忙翻译。好，然后故事线的话，正在持续补完。那心得跟主要的这个写剧情的心得跟那个春雨有帮忙在 update 这个剧，就是已经写的剧情到现在游戏上面。那Stella 这边有在看新的这个 tile set 什么放上去，所以最后的大概会长成像这样子，就是有未来感的这个。地图还有地游戏，看起来酷吧？嗯，好，那再来就是index page 换上去了，就是有新的首页的landing page， 这边有这个关于计划的一些基本的介绍，好，那等等，好，那这也是感谢任翔，好，那展览相关有一些讨论，感谢椅子啊，然后再来就是说伊莎贝跟顺林还有谁整理了蛮多跟议题相关的事情，就是说游戏完了之后，我们要大家回到2020年的现在嘛，要问哪些问题。好，那这边有列出几个问题，那我们应该是不会把这些 research 完了，因为这个应该是做议题的人要，所以我们会跟其他的这个单位合作来讨论怎么样阐述这些事情。但是重点就是我们让玩来关心这个游戏，来玩这个东西的人开始关心这些议题，去找到一些相关参考的资料，然后去反思，就是说政府现在到底就对于这些事情上面收集哪些资料等等的。好，那主视觉已经有一个草稿，那但我们之前讨论就需要一个 slogan 来就是定调，就是这个整个事情。那所以这个应该是伊莎贝想的嘛，对，我的资料你的乌托邦。听起来蛮酷的吧？好，总之就是今天有就是蛮多进展，好，那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再请阿美萌点，我觉得。